这后面有个。哦，就这里挡风了。来，这三孔门在两分钟左右的时候，普通门跟铁质防火门都有烟气从这个门缝处已经飘出来了。在五分钟左右，普通木门它的外表面温度已经达到了70多度，已经手触摸的时候已经非常烫了。在六分钟左右，普通门上半截已经是全部坍塌。在六分半左右，普通铁质防火门它有局部已经出现串火坍塌的现象。自己采购防火门的时候，一定要认准那个合格的这个消防产品，才能保护大家这个生命财产安全。